我是罗慧敏，公司呢就是永福殡仪。咁我公司呢大约就已经是超过35年的历史㗎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呢就喺公司里面工作咗超过27年，因为呢间铺头係由我妈妈创办嘅。一般呢广东人嗰个習慣呢就会用道教仪式嘅。咁道教嘅儀式咧，咁裡面咧就會請啲南無師傅嚟打齋啦，我哋俗稱叫打齋。咁打齋裡面咧，我哋會燒啲金銀衣紙啦，同埋嗰啲花園洋樓啊、妹仔仆人啊，去服侍嗰呢個亡者嘅。中式嚟講咧，就會著一啲中式嘅孝服啦，有麻衣扣布啊，男士有頭帶腰帶，女士有頭蓋腰帶咁咯。